面吗？因为健身房拆了，所以健身课程可以不用进行了。我们现在就日光浴吧。虽然我们健身房现在没了，我们可以在室外教教你们学过的空手道。先站好，要鞠躬，要鞠躬，就是两手放在边上就好了。鞠完躬之后就开立，开立就是站好。第一个动作是往这边，这个是垫脚，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格挡的动作，都没问题吧？嗯。然后往前，往前。对，这个不用那么高了，除非你的对手那么高。哦，哇，就是，对，然后再换到这一边，哇，转向，然后，对，然后就变得往前，不用那么高，对，就出拳，出拳。我感觉我一没事在跳舞，一刚刚这样子，这不会跳舞，对，这样换，然后再转过去。然后就暂时先到此结束吧，快结束吧。我觉得就是平安三的前半段，谢谢老师，我们先下去了。然后要进行下一环节吗？还有环节啊？那个我真的觉得是可以跳跳绳吧，不跳大绳吗？对啊，哎，好，大绳啊，跳大绳可以。比赛第一名，哎，咱们这样吧，这样我们猜拳分两队，你会这样跳吗？这样。我们手脚步，然后分两队。对啊，手脚步分队。同时跳吧，然后计时一分钟，然后看谁跳得多，好不好？大家看看哪个倒霉鬼。输掉的定个规则。输掉的就爬这个墙爬上去。蛙跳一圈吧，那就蛙跳一圈。好，好吧，反正我看看哪个倒霉蛋会跟 Danny 一组呢？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。啊！一定要帮忙数数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会作弊。那我们先来吧，三十秒吧。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还能再继续？还可以继续做。十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三、二、一。四十五个。开始了吗？我口水就是了，等一下，快点，五十多个了，认输，看，他到时候给我们脸部来个慢镜头，嘿，83，哇，走开，我不要你，我替你惩罚吧，我们俩个太高了，对，我们俩个太高，确实。但我们虽败犹荣啊，对，没关系。来，咱们跳，我们蛙跳吧，跳吧，开始。哎，手别后面，你这个身子再起来一点。手要背后面。冰镇一下。加油！好了，不要。耶、yeah, ！今天做了运动宝，一年运动都做完了。太棒了！我感觉受益匪浅，我18年做最多的运动一次。让你下次我一定要买你的课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马上就要结束，耶！耶！拜拜。我还要上中网。希望以后不用再上了。啊！哎呀，要走，不然我怎么好说话？他先走，快点走。教练很无聊，谁会喜欢做健身啊？我就想，你提的比扳手腕又输了。我也搞不懂，就是我经常健身，可是我的力气真的很小。等我练壮了之后再和他扳手。